个蛋，难道是恐龙下的吗？哇哦，熏鸡架，加鸭脖，出这么大个事儿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咋了？谁的？什么谁的呀？这蛋是谁下的？我哪知道啊？哎呀，你们这个圈这么乱吗？你说啥呢？我都不好意思说。看，未婚母鸡先生蛋，小孩没爹怎么办？呀，这谁发的呀？这鸡是你，这蛋是他。这条消息已经在咱们农场啊爆棚了，爆棚了，爆棚了，爆棚了。这蛋可跟我没有关系。熏鸡架呀，熏鸡架！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熏鸡架。鸭脖哥哥，这个蛋真的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是看他可怜，想照顾他一下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就相信你一回吧。那这蛋到底是谁的呢？到底是谁的呢？松开，松开！你俩给我松开！哇哦，烧鹅哥哥，别叫我哥，我嫌你脏。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自己看朋友圈。养殖场里多奇葩，鸡蛋的亲爹是只鸭。这谁大点？谁大点？谁大点啊？太装的！我装什么装？给我装啊！哎呀，死鸭子嘴硬！死鸭子嘴硬！哎，你说啥呢？对，一嘴也不管，事实不都摆在这儿了？你、他、蛋，一家三口齐了。可怜我，日日夜夜坚守岗位，守护我们养殖场家族区的一片安宁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害得我晚节不保啊！我说你是不是没有脑子啊？我能生出这么大个蛋来吗？别说话，现在生活过得好了，生的孩子也都不小了。那你听说鸭和鸡生出蛋的吗？超越种族的爱恋，电视剧里我常见呢。哎呀，我跳进黄河，我也洗不清啊！哎，别走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小母鸡跳黄河了，跳黄河了，河了，你跑不了庙。来新信息了，鸡蛋为啥这么大？八成有个鹅爸爸。哎，好啊，原来是你干的好事，你往我身上赖呀、啊？不可能，我都八十了，下不了蛋了。下蛋公鹅，公鹅中的战斗鹅，哦耶！造谣，绝对是造谣，兄弟，你得证明我的清白呀、啊！证明你清白？谁证明我的清白呀、啊？这蛋蛋就是你的，你的。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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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你喊，你喊，啊！爸爸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爸爸，快！爸爸，你哪儿去了？爸爸，爸爸！看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看见了。朋友圈里边有的信息呀、啊，真不能信呐、啊！